欢迎回来，这里是喜酷合一新升级力白天然造业，我是歌手第三季歌王之战的直播现场。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你们除了要认真的欣赏之外，还要再等一下投出自己非常慎重的一票，在我们这几位歌手当中要评出一个1、2、3、4、5、6、7名。第一轮的淘汰就完完全全是因为各位投票而产生的，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欣赏。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呢，他请到的帮帮唱的这位朋友呢，是他的师兄。8年前在台北小巨蛋演唱会的时候，师兄的演唱会师妹去跟他当嘉宾，8年之后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师妹来比赛，而师兄专门赶到了长沙要一起跟他合唱。这位帮帮唱的成员不单个子高，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亢。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他们两位给我们带来狂风里的拥抱，有请。想不通，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看错，你才看得到未来的我。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为你去争有我呵护的怒吼，天地摇晃流星坠落不回头，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让泪光闪耀。忘情的在狂风里拥抱，放肆的为了我们骄傲，浪漫的固执的让生命看透彻，会看透彻，谁在躲开，谁在左右，为了我心痛，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赢得你渴望有的所有，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为你去闯有我天地摇晃流星坠落不回头，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
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让泪光闪耀。忘情的在狂风里拥抱，放肆的为了我们骄傲，浪漫的固执的心跳。坦诚的在狂风里拥抱，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让泪光闪耀。忘情的在狂风刚才我们在现场又听到了有一位男士喊在一起，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节目不是一起约会吧。唱得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其实能够跟信一起演唱的不但要唱得特别好，个子也要很高。你看刚才两个人有一个摸脸的动作，信那么高，刚好这样就摸到了黄丽宁的脸。你看如果是摸张大大的脸，就他得罪了谁啊，这是。好了，接下来要两位上场演唱的歌手非常非常的棒，请出他们之前，我们首先要请田园问一下这两位刚才在舞台上深情相拥唱歌的那种感受，有请。不要这样说，离我近一点。我是一个说话特别算数的人，我说过我会回总决赛吧，我在这儿主持，我的歌手杰仪在里面观礼，是对。你最好离我的歌手远一点。我稍微远一点好吧，我避嫌。刚才两位的演唱，这个我觉得又有十指紧扣，又有紧紧相拥，可见关系不一般呢。真的很不一般。什么关系？没有，就是因为信算是我的大贵人，因为从我还是就是刚出道的时候，他就一直带着我，不管是大大小小的通告，他都一直带着我，然后让我可以有更多人认识我。然后今天就是其实很激动，又可以跟哥哥再度在同一个舞台上面合唱，很感动，其实很激动。哎呀，说的我也好感动啊。对，孟涵哥哥，以后你哪里也带着我，我愿意当你妹妹，加油。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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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耶、刚才田园趁我不注意，他说什么？跟我找根绳儿。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两位歌手呢，一位是让我们发自内心特别尊重的中国流行乐团的一哥，还有一位呢是号称东方的帕瓦罗蒂这样的一位美声唱法的悍将。两个人在一起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组合？他们今天将会把两首歌糅合在一起，一个是你快回来，另外一首呢是经典的歌曲惊人今夜无人入眠。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在这个舞台上跨界最远的两位，有请。
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让回忆凝聚。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快回来，生命因你而精彩。你快回来，把我的思念带回来，别让我的心空如大世界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凝聚。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走到思念的尽头，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了不起孙楠。
太棒。我是歌手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是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舞台。今天在这样的舞台上，我们听到了最棒的摇滚，我们听到了最棒的美声。感谢我是歌手的舞台，感谢所有的歌者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上无与伦比的享受。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可爱的南哥，谢谢，谢谢玉强，谢谢，谢谢三宝老师。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来来来，棒棒棒，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很多人都说我们说戴老师是那种高冷范儿的，这个我要是不看见您在里面演出，我真以为消息是假的呢。什么叫高冷？高冷就是殿堂级，殿堂级的人物嘛。对，就是装吗？绝对不是装，这是由心而发的，由心而发的。这个戴老师是我的老大哦，对我们俩是真正的拜把兄弟，歃血为盟的好哥们儿。对对对。那戴老师，平常您在家里面看过这《我是歌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七期都看，七期都看，没错。最喜欢谁？除了南哥，还是南哥，这就是老大，这就是老大。刚才听到这段演出之后，瞬间让我们的这个一千二演播厅变成了维也纳金色大厅。没错啊，就刚才那个戴老师一进来说，还有人喊，哎，这是洪金宝，洪金宝，中国三大男高音之首戴玉强老师啊，这一开嗓子，整个的大厅全体都震撼，对，哪里变成金色的了，对吗？对，而且还告诉大家的是，明年我是歌手，好，戴老师来，我做经纪人。总决赛的时候我也请嘉宾啊，请谁？南哥。好嘞，我们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义不容辞，义不容辞，必须。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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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谢谢，谢谢南哥给我们请来戴玉强，请来老仔，谢谢。